baby bus. We go dance. Let'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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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 dance.有一个甜甜圈掉进巧克力锅，九九个甜甜圈，他们在跳舞，转一圈，转一圈。有一个甜甜圈掉进巧克力锅，八八个甜甜圈，他们在跳舞，转一圈，转一圈。有一个甜甜圈掉进巧克力锅，七七个甜甜圈，他们在跳舞。转一圈，转一圈，有一个甜甜圈掉进巧克力锅。六，六个甜甜圈，他们在跳舞。转一圈，转一圈，有一个甜甜圈掉进巧克力锅。五，五个甜甜圈，他们在跳舞。转一圈，转一圈，有一个甜甜圈掉进巧克力锅。四个甜甜圈，他们在跳舞，转一圈，转一圈。有一个甜甜圈掉进巧克力锅。三，三个甜甜圈，他们在跳舞，转一圈，转一圈。有一个甜甜圈掉进巧克力锅。二，两个甜甜圈，他们在跳舞，转一圈，转一圈。有一个甜甜圈掉进巧克力锅。怎么都变黑了？数学大冒险第六集，梦幻小火车。那我们要怎么去起点山呢？去起点山要搭乘梦幻小火车，火车站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。好，我们这就出发吧。小福、点点、依依、壮壮，我们来救你们了！再见了，再见。看，他们要走了。想走可没那么容易，我们追！又被卡住了。小火车呢？我们去找个人问问吧。袋鼠先生，请问，你觉得这个姿势怎么样啊？酷不酷？一定很酷。袋鼠先生，我们是来坐梦幻小火车的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们要去哪里呢？我们要去起点山。起点山？你们要坐的是第四列小火车。第四列，记住了。等一下。还有什么事吗？要记得哦。顺着站台上的箭头方向数哟。明白了，谢谢袋鼠先生。是箭头方向的第四列哦。嘟嘟，哪一列是第四列小火车？让我来教你们吧。和我们一起说，宝宝巴士，奇妙数学来帮忙。让我们顺着箭头的方向数出第四列小火车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找到了。小朋友们，这是第四列小火车吗？让我们再数一
次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是的，就是这一列。小朋友们，我们过去看看吧。让我们和乘务员确认一下吧。请问这是去起点山的第四列小火车吗？没错，这就是第四列小火车。快看，车上写着四。找到车了，我们快上车吧。等一下，我要把车厢号给你们拿。1号、2号、3号，这是我们的车厢吗？是的，记得要对号入座哦。嘟嘟的是第一节车厢，妙妙的是第二节车厢，我的是第三节车厢。那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车厢在哪边吧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车厢号应该怎么数吗？和我一起说，宝宝巴士奇妙数学来帮忙。车厢号的顺序应该从梦幻小火车的车头开始往后数哦。一、二、三。嘟嘟的是一号，所以嘟嘟在第一节车厢，是这里。是的，我坐在第一节车厢。我的是二号，所以我坐在第二节车厢。我的是三号，所以我坐在第三节车厢。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。是的，你们都找对自己的车厢了。要发车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跑跑跑，你快点！去哪里？起点山。又是起点山，你们要坐的是第四列小火车。我还没说完呢，记得要往箭头的方向数啊。请问你们要乘坐哪列小火车？第四列。好的，这是你们的车厢号。这个方向牌怎么反了？第四列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也就是这一列。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。我是四号，所以坐第四节车厢。豪胖胖，你是第五节车厢。蓝蛋蛋，你是第六节车厢。咦，怎么没看见奇奇妙妙他们？你坐的好像是我的位置。不可能，我就是坐在第四列小火车上。这是第六列小火车。你想干嘛？这是我的位置，把我下来。哎呀，蛋蛋，你没事吧？梦幻小火车出发喽！目的地起点山出发。我们坐错车了，好难过。穿！
今天学校要打预防针。打针？琪琪，你怎么了？琪琪，快点走啊，不然要迟到了。我最怕打针了。哎呦！我头疼。头疼？那我送你去医院吧。我去叫救护车。可我想回家。就想走了，就想走了。哦，琪琪头疼啊，发烧了吗？先量下体温吧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护士会发现我装病的。有办法了。热狗。来量下体温吧。你看，我发烧39度。谁也发现不了我装病。这是口温计，是含在嘴里量体温的。张开嘴再量量看。你的体温正常，没有发烧。我得另外想办法。有了。辣椒。阿姨，我嗓子难受。让我们检查下口腔。这下你发现不了我装病了吧。好了。嗓子难受，先喝杯水。喝水？我受不了了，给我水。喉咙正常，没有发炎。我肚子疼。也很正常呀。你等等，我去拿听诊器。可乐。怎么肚子变得这么大了？得赶紧叫医生来。谁也发现不了我装病。肚子怎么长这么大呀？10分钟后手术。手术这么严重啊？你跟我来办手续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得赶紧走。糟糕，他们都在外面。窗户，有办法了。
病，快走！不行，你还没动手术呢。其实我没病，我是怕打预防针，所以才装病。装病？你？来不及了，快走！你们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手术可以不做，太好了，但是预防针一定要打哦。预防针还是要打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刚才都认识了哪些汉字呢？跟我来吧。哇哦，热狗，辣椒，可乐，哇，这些就是我们刚才学习到的奇妙汉字。小朋友，你们记住了吗？宝宝超市，妈妈妈妈卖东西，欢迎光临。琪琪，能帮妈妈买东西吗？好啊，交给我吧。要买这些东西哦。巧克力，找到要买的零食吧。太棒了，巧克力。太棒了，玉米，找到需要买的水果和蔬菜吧。玉米。不对哦，太棒了！哇哇！书包，找到要买的日用品吧。选的不对哦，你好厉害哦！哇哇！蛋糕，来做一个你喜欢的蛋糕吧。鱼区，快捞到需要的鱼吧。你好厉害哦。答对了，就是这个。哇哇，眼影，化妆品区，不是这个哦，再找找看吧。不是这个哦，再找找看吧。不是这个哦，再找找看吧。您好，请把您的商品放到桌子上来。书包、蛋糕、眼影、果冻、鱼、蔬果、巧克力。
巧克力、卫生纸。您好，需要付50元。谢谢惠顾。谢谢你的帮忙，这是奖励你的勋章。欢迎光临。妙妙，能帮妈妈买东西吗？好啊好啊。要买这些东西哦。找到需要买的水果和蔬菜吧。选的不对哦。太棒了，耶！果冻，找到要买的零食吧。答对了，就是这个。耶！咖啡，找到要买的饮料吧。你好厉害哦！耶！找到要买的日用品吧。你好厉害哦！耶！蛋糕，来做一个你喜欢的蛋糕吧。啊！啊！啊！鞋子，试穿一下，看看哪一件才是最适合的。啊，太大了，再选选看吧。不对哦，再选选看吧。啊，你好漂亮。耶！鱼，快捞到需要的鱼吧。太棒了，耶！腮红，请选择需要的化妆品和首饰吧。不是这个哦，再找找看吧。不是这个哦，再找找看吧。不是这个哦，再找找看吧。答对了，就是这个。东西都买到了，快去结账吧。您好，请把您的商品放到桌子上来。咖啡。鞋子、果冻、鱼、蔬果、蛋糕、腮红。您好，需要付40元。谢谢惠顾。谢谢你的帮忙，这是奖励你的勋章。宝宝超市，我帮妈妈买东西。
宝宝修车店，欢迎来到琪琪的修车店。我的车冒烟了，快来帮帮我。别担心，我来帮你看看。电池没电了，先给电池充个电吧。选择正确的液体，倒进箱子吧。你真棒！你能把齿轮装上去吗？好棒哦！棒！哇，我的车修好了，你真厉害！车内乱糟糟的，你能帮我整理一下吗？这个就交给我吧。汽车里面不能乱扔垃圾哦。呀，好脏呀，快擦一擦吧。喷点空气清新剂吧。哇，好香啊。给车子换上好看的装饰吧。太酷了。嗨，琪琪，能帮我的车打扮打扮吗？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这个车子好酷啊！选的轮胎真漂亮，好漂亮的车灯啊！这张贴纸好好看啊！哇，好漂亮的汽车啊，你真棒。我的车开不动了，帮我检查一下吧。别担心，我来帮你看看。好棒哦。好棒哦。电箱修好了，快给汽车充电吧。哇，我的汽车又可以开动了，太谢谢你了。我的车轮胎坏了，能帮我换个新的吗？没问题，我们把螺丝旋下来吧。给轮胎装上新螺丝吧。轮胎装好了，打个气吧。我的车子好脏啊，帮我清洗一下吧。这个就交给我吧。车上有好多细菌啊，快赶跑它们吧。车子清洗前要先涂上泡沫哦。把泡沫冲干净吧。车子洗好了，快用抹布擦干吧。哇，车子变干净了，谢谢你。宝宝修车店。粽子店开张了，快进去看看吧。哇，把好的粽叶放到竹篮里吧。这个是坏的粽叶哦。
你太棒了，煮粽叶了，把粽叶放进锅里面吧。粽叶煮好了，把水倒进碗里，选一个你喜欢的食材吧，红豆，搅拌一下吧。想要什么形状的粽子呢？选择想要的馅料吧，蜜枣。绳子要缠好哦，把粽子放进锅里面吧。粽子煮好了，快关火。我们来做面条吧，拖动勺子来和面吧，转一转手柄吧。面条做好了，选择你喜欢的酱料吧，杂酱面、葱油拌面，你还想吃些什么呢？酸豆角、卤豆皮、荷包蛋、虾。面做好了，快给客人吃吧。我们来做冰糖葫芦吧，你喜欢哪一种水果呢？葡萄、猕猴桃、西红柿、苹果、杨桃。撒一些你喜欢的食物吧，椰丝、彩糖。哇，糖葫芦看起来好好吃。我们来做饺子吧，你喜欢什么颜色的饺子呢？胡萝卜汁、紫甘蓝汁、西红柿汁。包饺子喽，油、煎熟了，关火吧。水饺煮好了，选择你喜欢的酱吧，辣酱。甜酱。什么甜点呢？你想做什么呢？
选择一种你喜欢的甜筒口味吧。水蜜桃味，倒入牛奶吧。用搅拌器搅拌一下吧。倒入冰淇淋浆，就可以制作甜筒了。选择你喜欢的甜筒吧。拉动把手，制作美味的甜筒吧。选择喜欢的装饰吧。看起来好好吃哦，快喂给点点吃吧。冰淇淋要吃慢一点哦，谢谢。吃什么甜点呢？你想做什么呢？选择你喜欢的饮料吧。柳橙汁，把倒好的模具放进冰箱吧。按住按钮，开始制作冰块。宝宝坐电梯，欢迎来到宝宝游乐园。欢迎来游乐园玩，欢迎欢迎，谢谢。欢迎来到游乐园，这里有好多好玩的，还有好吃的。我想玩这个。欢
停，玩游戏前要先投币哟。欢迎来玩扔皮球。点击按钮，试试你的运气。呀，这是给你的奖励。最后一次，爆米花要用20个金币哟。啊，我最喜欢吃爆米花了，选哪种口味的呢？芒果。哇，好香啊。我喜欢这个，好想吃呀，好想吃呀，好想吃呀，我要吃，我要吃，哇，可以开始吃了。点击这里会有很多金币出现，真厉害，得到了这么多金币。我想玩这个，拨动鱼竿来钓鱼吧。宝宝游乐园，大家好，我是琪琪，我是妙妙。今天我们要变身成餐厅的服务生，和我们一起出发吧。宝宝巴士变变变，奇妙服务生。我是一个热情的服务生，为你擦好桌子，为你摆好盘，为你放好刀叉，请点餐，香喷喷的美食马上来。你们看看，大象先生点的是什么？我是一个热情的服务生。面，这是你的饮料，请用餐。美味的食物都吃光。我是一个热情的服务生，为你擦好桌子，为你摆好盘。
为你放好豆茶请点餐，香喷喷的美食马上来。你们看看小花猫点的是什么。我是一个热情的服务生，这是你的披萨，这是你的面，这是你的饮料，请用餐，美味的食物都吃光。哇，今天奇奇妙妙当了餐厅服务生，我们一起颁个奖章给他们吧。魔法调色屋，皮皮来了，要躲在哪儿呢？调出和墙壁一样的颜色吧，红色，加黄色，是橘红色。给妙妙刷上颜色吧。蓝色加黄色是绿色，给妙妙刷上颜色吧。奇怪，不见了。他找不到我。蓝色加黄色加白色是淡绿色，给妙妙刷上颜色吧。不见了。他找不到我。真厉害，棒棒糖给你吃。红色加白色是粉红色，给妙妙刷上颜色吧。不见了。他找不到我。蓝色加红色是紫色，给妙妙刷上颜色吧。不见了。他找不到我。红色加蓝色加白色是淡紫色，给妙妙刷上颜色吧。棒棒糖给你吃。黄色加白色是淡黄色，给妙妙刷上颜色吧。
加黄色是橘红色，给妙妙刷上颜色吧。奇怪，不见了，他找不到我。黄色加白色加红色是淡橘色，给妙妙刷上颜色吧。奇怪，不见了，他找不到我。都有神奇的魔法哦。加黄色加红色加蓝色是黑色，再试一次吧。加黄色加蓝色是绿色，哈哈，我变小了，我要躲起来。咦，怎么不见了？真厉害，棒棒糖给你吃。加红色加蓝色是紫色，耶嘿，我能飞起来了。黄色加红色是橙色，哇，我可以隐身耶，你们看不见我啦。奇怪，不见了，真厉害，棒棒糖给你吃。魔法调色屋，皮皮来了，要躲在哪儿呢？我有个长长的大大的坏鼻子。挖掘机，来组装车子吧。Thank you.
组装车子吧。有个长城。